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又有会员生日啦，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希望大家也能成为我们会员的一份子，继续支持我们的创作。7月26日是我们尊贵的 Max 会员大雄工作室 CK 独立 Studio 的生日，请大家花少少时间一同为他送上生日祝福。在此我们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我们认识大雄都有2年多了，我们的频道是差不多时间起步，一同成长的。今日我们就带大家上他的 YouTube 频道睇睇。他的频道主要是走遍18区，以步行方式拍摄 4K 独立视频，记录今时今日的香港为主。而我们 Kobe Choi 频道就是以拍摄巴士行车记录方式，记录香港的变化，可说是互相补足。我们都很喜爱香港这个地方，都想做点事情，留住这一刻的香港。大雄的影片就更加深入介绍各个地方呢。而他最热门的影片是 HKTK 荔枝角香港工业中心时装批发总会 Lai Chi Kok Hong Kong Industrial Center Fashion Wholesale。 大雄的声音很好听，再加上即场广东话和英语旁述，令你有如置身其中，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而且事前他也做了很多准备及资料搜集工作才去拍摄的，是一个很高质素的频道。大雄，我们都要继续努力，为观众保留更多香港现在的一点一滴，让更多人认识香港这个地方。如果大家未订阅他的频道，就可以送份小礼物给他，请即刻订阅他的频道，按埋个钟仔，有新片就可以即刻通知到你了。每一个频道都有他的特色和创作者想分享表达的事物，频道是需要靠大家的订阅和点击观看而成长的，你们的一个举动是对创作者的一份支持。最后，如果你加入成为我们最高级别的 Max 尊贵会员，我们就会在你的生日那天为你制作属于你的生日影片，并以你喜欢的巴士路线为背景，希望大家在欣赏影片之余也为你送上生日祝福。